是个健康的城市，也是南洋平原长期的政治文教中心，拥有好山好水好环境。我们要把这一种资源分享给全国的好朋友。雪山隧道通车之后，很多的乡亲都会来到宜兰参访我们的吉米公园、宜兰和平公园、运动公园、昭应宫等很多的景点，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宜兰的骄傲。如果大家可以共同在这个美丽的土地上，透过各种艺文活动的展现，大家共同来连结，这将是我们要推动一个健康城市最好的一个指标。今年的万人雄战路跑，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共同来参与，在这个美丽的土地上，我们来共享属于宜兰的骄傲。我们希望延续这种好的传统及作风，继续举办2018万人雄战路跑，呼吁我们的好朋友能够共同来参与。